浙江新罗兰机械有限公司，原瑞安高科机械，成立于2006年，是一家集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设备制造企业，专为折叠纸盒、瓦楞纸箱和彩印包装行业提供最优质的生产设备，为广大客户提供高质量、高效益、快捷方便的包装解决方案。新罗兰技术实力雄厚，检测方案齐全，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已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。壶和壶箱设备更是通过国家印刷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。公司坚持科技创新，铸造品质，精益求精，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，本着质量求完美，服务无止境的企业理念，注重培养和招纳四方专业技术人才，组建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年轻精英技术团队。数年来，公司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包装行业的发展动态，不断引进新的技术，结合实情不断调整产品结构，优化自我，依赖高素质的生产系统管理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，始终如一地坚持自主创新原则，开创了包装领域的一片新天地。新罗兰机械有限公司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步伐，永争一流的信念，全力扩展市场，秉承以质量求生存，以信誉赢得客户，以实力创造品牌，以优质的服务迎接新老客户的惠顾。